不是，你说多少预算要什么手机啊？3000多预算，我想要个15 Plus。兄弟，现在便宜的15 Plus 都得4000多了，3000多上哪给你去找啊？我就想要个续航好一点的。最近市场14 Plus 它掉价了，3000多就能搞定，而且续航也不比15 Plus 差呀。那可以啊，你安排吧，我相信你。那行那行，我现在刚好上市场，待会找到了直接联系你哈。Later。来，兄弟，这个刚刚质检小哥刚质检完哈，你要的这个大屏续航好的天花板给你拿到了，14 Plus， 给你看一下哈，这个屏幕够大吧？我看看成色，这个的话是一个95星吧，主要是屏幕非常好哈，这屏幕基本上没有什么划痕、使用痕迹啥的，边框也是十分干净。因为今天质检的机器比较多，所以说比较慢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看一下电池效率，好吧？电池效率的话，大概是一个94，这个算是一个高电咯，成色、电池都还满意吧？可以，这个价格不会太贵吧？我们拿货的话是3200，你看着加点就行了呗，加个99，3299，这个性价比够高吧？配件有啥呀？配件的话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在我们这一边各个型号的，像手机壳啊、钢化膜啊、快充、质保啥的都有，今天晚上给你发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小杨。OK OK， 没问题，好，拜拜。